现在方程老师要介绍的是28题，说方程式 x 加 y 加 z 加 u 等于10，它的第一个非负整数解有几个，然后第二个正整数解有几个，第三个非负偶数解有几个，第四个正奇数解有几个。那第一个当然我们就比较没问题啦，非负整数解的话，其实就是用什么就好 h 嘛，所以这答案就是 h 多少？ h 4，h 4，四个变数相加，然后h 4 10，加起来等于10。好，所以这个 h 4 10可以换成 c 13 10就可以写成 c 13 3，算错 h 4，算一下 13×2×11，3×21，B 掉6。 这里是二，这里这里是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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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
知道。那个。二 x plus 就这里嘛，大于于是就这个。好，这个第一个就是二 x plus， 再来加 y 就会变。二 y plus 再来。二 z plus 再来。二 u plus。好，这相加要等多少？十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刚才顺便顺便写一下我们的 x plus y plus z plus u plus 就会是非同整数。啊，最重要就是要有非负整数哦。那你是非负整数了以后，等一下你看这个式子会变成，这个式子就变成了，通通怎么样？除以二就会得到什么 ？S prime 加 Y prime 加 Z prime 加 U prime 就会等于五。所以这个会有基础答案。H 四的变数四取五五，好，那这个可以写成 C C 八八五 C 八五就是 C 八三 C 八三就等于多少？56。那你看到这边 x plus y plus z plus u plus 会有56种答案，但是你发现你来看这里，每一个 x plus y plus z plus u plus 就会得到一组 s y z u 嘛，一组 plus 的就会得到一组 s y z u。好，那所以你有多少 x plus 的解，那就会多少 x y z u 的解，所以我们最后的答案就是这么多组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还有第四小题。第四小题的话，它是正奇数，那请问正奇数从多少开始？一、三、五、七的开始，那怎么样变成零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？先减一就会变多少？先减一就会变成零、二、四、六、八。哎，零、二、四、六、八，不是刚才那个吗？所以减一以后再怎么办？除二，所以你这个地方你就要立，好，第四小题就要去立我们的 x plus 那一个 one， x one plus 它就要等于什么？原本的 x 先，第一步要做什么事？再讲一次，一三五七九，第一步要做什么事？减一，所以你的原本的 x 要先减一，然后再除以二，这样会吗？先减一，再除以二。好，所以就 x 减一除整个除以二，你不要除以二再减一哦，那就不一样。好，那你变成这样以后，请问你的 x 要立 ，x 就会变成二 x plus 再加一啊，二 x one plus 加一。哎，这里会不会超出去？这里有，没有？好，所以就变成这样。所以你这个在立的时候，第四小题在立的时候，就是立 x 就等于。2x plus 加一，那为什么是2x plus 加一？就是刚才讲的，你一三五七九，把它先减一，再除以二，那它就会变成零一二三四，就是非负整数解。那这个就是非负整数解。好，所以 x 这样 ，y 也是一样 ，y 是二 y plus 加 ，z 也是二 z plus 加 ，u 也是二 u plus 加一。好，那跟上面区别，我就给它一个下标 one 哈。好，因为上面已经有 plus， 那我们给它一个 x one plus， 二 y one plus。好，那这其中的 x one plus、y one plus、z one plus、u one plus， 是不是都应该是什么？为非负整数解。非负整数，这可以吗？好，那接下来下一步要做什么？立好了，现在做带进去，带进去原来的式子，好，就带回原式呢，就会得到第一个 x 就会改成二 x， 啊，二 x 万不让加一，后面也是一样，好 ，y z u 等于十，二 y 万加一二 z。1 plus 加 1 2 u plus 加 1 好，
那请问你要怎么化解？先把一移过去，一移过去，四个一移过去就剩下多少？六，然后再除以二，六再除以二就变成三，所以你就会得到一个式子叫做 S1 普朗加 Y1 普朗加 Z1 普朗加 U1 普朗加三，这样会吗？好，先把四个加的一常数先移过来，然后再除以二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请问会有几组解？这些不让会有几组解 ？H4 H4 取三，那 H4 三会等于多少？C 六三 ，C 六三等于多少？六四除以三二一，二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 prime 的就会有二十组解。那 prime 有几个 prime 就会有几个 x y z u 嘛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所以最后的答案就是二十组解。